森林，我们来了，有新委托吗？是的，有份新工作，我认为你们可以胜任。老戴是璃月港辉山厅的工头之一，他希望冒险家协会能派几个人手给他。具体是要做什么呢？听说是要找几个工人。找人？太好了，是我们擅长的工作。啊，是啊，旅行者的能力毋庸置疑。具体委托内容可以见面详谈。如果你们愿意接下这份工作，就到码头附近找老戴聊聊吧。你是老戴吗？哦，找我。嗯，等等，你们就是协会派来的冒险家？哇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你们这副打扮和神情，应该是老手了。没错没错，你眼光真好。干咱们这行啊，少不了鉴定的活儿，看石头也是看，看人也是看，一般人什么底细，老戴我一眼就瞧出来喽。啊，我稍等，我找的帮手还在路上，一会儿就到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你不是已经找了我们吗？不会还有其他人要来瓜分工钱吧？哎，实不相瞒，这次的事有些棘手，光是冒险家恐怕不够，所以果然还有其他人。哼，大叔，你是不是小看我们？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次的事发生在矿区，而且有些离奇，矿区向来多事故，以防万一，我才找了懂行的高手。冒险家的主业总不会是矿石鉴定、地质分析之类的吧？身边带个行家，凡事也好照应。再说我找的这位可是顶尖高手，无论什么石头，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。要我说啊，世上最懂石头的人就得是他，遇见这等行家还不赶紧请来。不对不对，世上最懂石头的人怎么会被你找到？怎么不会啊？当然不会了，因为世上最懂石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才对。哼哼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马上就带他过来。我猜钟离一定在听说书，到说书人附近找他，准没错。高兄，请。上一回说到啊，阎王帝君。找到你了，钟离。嗯，你们兴致不错，也来这里听人说书。不不，我们是来找你的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时间倒是有。这份工作需要了解地质与矿石的人哦。地质与矿石，放眼整片大陆，难道会有比你更懂这些的人吗？那个委托人自称找到了天下最懂石头的行家，我想向他证明，你才是提瓦特大陆上最了解这些的人。这无缘无故的攀比之心是从何而来呀？不是攀比啦，是老戴不懂行，我就是想让他见识见识嘛。既然如此，我便随你们走一趟吧。真的？话说在前头，我虽有些见识，倒也未必是天下最精于此道的人。学海无涯，长些见识总是好事。一来我在，你们也可以放心；二来若真有专家，也好让我切磋学习一番。我觉得钟离可以不用这么谦虚的。既然钟离答应了，那我们走吧，回去找老戴。
行，这里安全隐患太大了。这可都是你看到你能开心就好。我们回来了。哦，这位就是你们的朋友吗？正是，我认为这位先生才是天下最懂矿石与地质的人。过奖，略有心得罢了。嗨，你要这么说，我找的那位也绝对不输他人。我说不清，一会儿等他来了，你们自己感受吧。是这儿吗？哎呀，来得正好，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找的帮手坤君。啊，小坤啊，这两位都是我找的冒险家。至于这位先生，往生堂客卿钟离先生，我也有所耳闻。哎，听说你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。有些眼熟。难道是在往生堂见过吗？但我也没去过往生堂啊。老戴，你不试试吗？看他们谁才是真正的行家。这我也不知从何比起啊。那你们自己想办法比试一下，要是钟离赢了就请他帮忙，要是钟离不对，他怎么会输呢？比试？好啊好啊，我愿意奉陪。这位先生很有兴致吗？我一见你的脸就觉得你肯定懂行，不过跟我比起来孰高孰低还不好说呢。这个人口气好大呀。实话实说而已。再说我也只会这些。坤兄可是鉴定师？不，其实我也忘了我来璃月港干嘛。有天站在路边突然被老戴叫住，老戴见我拿着石头问了我几句，跟着便激动万分地约我来此地碰面。啊，这也能忘记？我来璃月港路上遇见这人站在路边捯饬石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好像对那些石头熟得不得了。出于好奇我就问了几句，哎，谁知他比我这个矿工头子还懂。反正他也无所事事，不如来帮我的忙。这家伙记性不好吧？也不能说是记性不好，不过只是石头的话，我一定能帮上忙。钟离先生，你觉得这块石头如何？这块石头表壳光滑，表面的裂痕是由火山喷发所致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出自别国的石胚。眼光真不错。它不是普通的石胚，壳薄线黑，我猜其中包着上好的水晶矿。一点儿不错，这块石头出自火山周边，我一边闲逛一边在集市买了这个。卖家当它是边角料，却不知光是成色纯净，质地高级，还不足以称为珍宝。更高一等的罕见水晶，有些包着水胆，有些则藏着金沙。这层石壳下藏着的水晶，在其形成瞬间包裹住了一团水，水藏于底，犹如山中满月应天而动，可谓是相当稀有。这么详细，简直像是他亲眼看到的一样。不会是糊弄我们的吧？毕竟你这块石头还没开呢。不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水晶大多诞生于高温环境，高温与流水不兼容，水胆水晶因而珍贵。这块晶体内藏着的却是高山湖泊水，更为罕见。连钟离都这么说，那应该是真的吧。钟离先生这种眼力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石壳下的模样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见得多了自然有心得，小小卖弄还请坤兄不要介意。不不，怎么会呢，我觉得我俩很是投缘，我是真心想要结交你这个朋友。老戴，带上钟离先生一起吧，信我没错，他绝对是个眼力过人的行家，这样的人你一辈子也遇不到几个。也好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各位请跟我到层岩区原矿区走走，这次走丢的兄弟还要靠你们找回。
可真不小。各位，这里就是事发地点。六天前我带几个伙计外出办事，一回来就听说留守的四个兄弟不见了。我带人搜遍整个矿区，怎么也找不到他们，实在没有头绪，才请几位来帮忙。也就是说有四位矿工不明所踪。对，原本我们有十个人，丢了阿龙、岑大、岑二、小茂，都是跟着我做活的矿工。这行工人大多是青壮年男性，四个矿工会不会是去别处矿洞了？不像，这一带周围没什么落脚地，咱们一路过来也没看见有其他开采中的矿洞啊。嗯，这么大的矿区你们全都找遍了？一寸不落，井下也找过，就差掘地三尺了。可四个大活人总不能一下钻进地底吧？看过现场才能做出结论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在这里候着，你们随意搜查，要是有失踪兄弟的线索务必告诉我。四个大活人突然没了踪影，奇怪，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跑掉了？总之现在附近中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散乱的衣服、裤子。摆在矿区内的生活物资应当属于老戴他们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没错没错，总共十件衣服，十条裤子，这些是替换的衣服吧？你看，老戴身上也穿着一样的服装。那四个人出门六天，至今未归，却没带替换衣物。周围还有洗脸用的布帕和皂角，还有这些腰包，是随身的小工具包。晨起洗漱的用具，采矿的装备，也就是说这些人没带行李。对，不像，开采用的矿镐少了四把，说明他们很可能带着工具，有时间带上工具，却没时间打包生活用品，不合常理。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带行李，只带工具出门？一，他们到附近工作，不需要行李。但这些人至今未归，这个说法不攻自破。二，如果他们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离开，也就无暇思考行李的事了。一，这种可能性不小，更进一步的推论需要更多线索。不是自发离开，而是被人带走，
把这种可能性记录下来，转告给老戴吧。小坤，你在看什么？是你们呢，来得正好。有什么发现？这里有块矿石，我想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线索。矿石？这种矿石跟失踪案有关吗？这种事试试就知道了。稍等。专注是在做什么呢？看见了，四个大人跟着一个像是小孩的身影走出了矿区。小孩？矿区里怎么会有小孩子？我也不清楚。还有看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义的看见。你们听了可别告诉别人，我觉得这事儿比较古怪，一直没敢和人说。其实我能看见矿石的记忆。不是猜测，不是估算，而是看见。像刚才那样把手放到石头上就行了吗？对我来说，矿石也有记忆，他们偶尔会记录下周遭发生的事，我只要触摸并用心感知，就能看见那些记忆。这么厉害，那你岂不是什么都知道？还得看具体的石块，不同矿石记忆能力有所不同，铁矿、白铁块之类的常见矿石基本派不上用场，记忆很模糊。石珀、水晶的记忆能力更强，能记录的景象更多也更清晰。以石为目，有趣，这种能力实在罕见。老戴请坤兄出马，实在是明智之举。能帮上大家的忙就好了。依我所见，他们应该是沿这条路向前去了。这条路指向北方，沿着它一直走就能离开矿区。他们往北走了，把这条线索记录下来告诉老戴吧。你是这里的工人吗？对对，你们是来调查失踪案的吧？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救回大家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天天色很阴暗，工头带着几个兄弟去外头办事，我和其他四个兄弟留在矿区工作。中间我偷了一小会儿懒，就一会儿。我在最里面的棚子睡觉，等我醒来，所有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明明不久前才跟他们说过话，突然人就没了。该不会什么时候就轮到我了吧？躲在棚子里的人没有失踪，在外劳作的人却没了踪影，莫非是工作区出了什么事？好可怕。工作区或许有状况，把这条线索记录下来吧。查了不少线索，该去找老戴汇报了。你们回来了，调查的怎么样？我们在附近找到三条线索。第一，矿镐少了四把，生活用品却一件都没带走，说明那些工人很可能不是自发离开，而是被人带走。被人带走？可是谁会劫持工人呢？第二，矿区内原本有五名工人，其中一人为了偷懒离开工作区打了个瞌睡，等他一觉醒来，同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留在工作区的人纷纷失踪，
躲在休息区的人却安然无恙，可见事情是发生在工作区。这么一说，阿虎确实提过他偷懒了，难道有人走进工作区带走了他们？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。坤兄用他特别的手段推算出来，那些人是被一个孩童带离了矿区。孩童？这附近住户很少，不可能有孩子跑到矿区里来啊。但结果就是四个工人跟着一个小孩子走了。他们去哪了？根据我们的推测，他们沿路向北行走，应该是出了矿区往遗迹方向去了。北方？好，我这就带人去找。都把调查的事交给你们了，跑腿就让我们弟兄几个来吧，先走一步，说不定快马加鞭还能追上他们。且慢，事情发生在六天前，哪怕只是步行，他们也走得很远了。说的也是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带兄弟几个到远处的住户那儿打听打听，离开矿区想投诉就只有那么几户人家，调查这些就交给我们吧。几位，我想麻烦你们继续追查线索，咱们兵分两路，要是途中没有碰面，就于明晚在望舒客栈会合。也好，那我就和兄弟们先走一步了。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继续调查，他们去附近的住户那里打听消息，对吧？没错。可是矿区内没有更多线索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北方追？等等，少了一个人。对啊，小坤这家伙多半还在调查，去叫他吧。小坤，你还在这里找什么呀？线索都查得差不多，该出发啦。啊，抱歉，我这是私事，还在找一种名为镇龙石的玉石。镇龙石？镇龙石一般用于锻造业，你找这个有什么用？我不知道，抱歉，我说不清原因。这几天我一直浑浑噩噩，除了名字和家里住址之外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说实话，我一直觉得很焦虑，似乎有什么事还没做就被我忘记了，想不起来，好难受。我懂这种感觉呢，知道自己忘了一件事，却想不起具体是什么事。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，只好到处乱逛。那天走过集市，进去转了转，买东西时听见有人聊天，隐约提到镇龙石，这三个字特别耳熟，就好像我要做的事跟那种石头有关系似的，所以我就想找一块来看看，或许把石头拿在手里，就能顺着想起自己要干什么了吧。原来如此，此行途中若有机会，我也会帮着寻找这种石头。真的吗？谢谢钟离先生，你真好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要出发了吗？从层岩巨渊往北会抵达灵举关，如果他们选择这条路线，沿途一定会留下痕迹。好，快去看看吧。你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黄鑫，可别站，无处可逃，去吧。
去吧。有线索，一定是那些矿工留下的。我们到领举关出口去，如果那里没有脚印，就说明他们还在领举关内，如果有新线索就继续追查。简称，站立吧！可别站，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。去吧。看来他们穿过了领举关，继续向前步行，跟着脚印就能找到他们的去处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。问问附近的人吧，如果矿工从这里经过，他们应该能看见。见过矿工打扮的人吗？矿工？没见过。问问别人好了。你好，你看见过矿工吗？这么大的个子，一共四个。去去去，别打扰我欣赏浮云。好不耐烦的样子啊，这个人。算了，再问问其他人吧。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矿工打扮的人吗？大约是四五天前吧，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，背着篓子，提着铁镐什么的，和你说的差不多。对对，就是他们。四五天前，看来他们走得远不如我们想象中快，恐怕是被领举关的地形耗去了不少时间。哎呀，那些人可奇怪了，四个大男人个个面色呆滞，都像没睡醒一样，
前面还有个小孩晃晃悠悠的。你看清那个小孩的模样了吗？只扫了一眼，蓝色头发，个子很矮，好像是个女孩。还有她表情也很严肃，一点笑意都没有。他们走的是这条路吗？是啊，从这儿一直往前走了。我们追吧。脚印呀，那边有人，救命，请救救我。那个会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救下来再确认吧。我会保护大家。呀，审判。剑出，影随。这些怪物太暴躁了，只是走过都会被他们发现，二话不说就往人身上扑。多亏各位救了我，谢谢。我叫婉玉，隶属于黎月圣路厅，负责人文古迹的研究工作。哎呀，不是矿工。矿工？嗯，我们在找矿工，一共四个，都是个子高高大大的男性，带着采矿工具。你说的人我好像见过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是前天从南天门出发的，要往灵举关方向去，半路上遇到一队人，是一个小孩和几个大人。我走得比较急，没能细看面貌特征什么的，都记不清了，抱歉。这些就足够了，谢谢你。能帮上忙就好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，还有学术会议要参加，再次感谢几位。根据那位学者的说法，这些人应该是往南天门方向去了。不过能确定是同一批人吗？小孩跟大人的组合没那么常见吧。那喂，你们看那边那块石头。应该能用，我来试试。没错，是同一批人，他们沿着这条路走过去了。昆兄读取石块回忆的场面，无论看几次都觉得有趣。这所谓的本事平时还真用不上，能让钟离先生消遣也算有些意义。小坤简直是我们的指南针，有你在才好确定方向呀。是吗？那我也就不枉来此一遭了。嗯，这感觉像在办案一样，好有意思。
有趣之余，别忘了保持警惕。四名成年人面容呆滞地跟着一个孩童日夜赶路，翻山越岭，此事绝不简单。哦，说的也是，钟离先生当真谨慎。另外，刚才那位学者是被幼炎龙蜥袭击了，但这种怪物不该有这么强的攻击性才对。一路走来，诸多线索冥冥之中似乎都有联系。工人们是前天往南天门方向去的，从这里过去要经过一段艰险的山路，假如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南天门，我们应该还能赶上。嗯，马上出发吧。方才我在附近做了记号，万一老戴追来也能循着记号找到我们。不愧是钟离。喂喂，快看地上，这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旁边还落着背篓，他确实是矿工。喂喂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精疲力尽才昏倒在此。要叫醒他吗？我还能能我啊，嘴里嘀咕着什么东西，如此执着，实在反常。附近有个营地，先带他到那里安顿下来，再做打算。怎么样，他不会死吧？他是劳累过度陷入了昏迷，幸好没有性命之忧。我刚才听见他在念叨说要挖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是挖累了吗？不无可能。嗯，他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这是矿石的碎片。各位，我看了他口袋中矿石碎片的记忆，这些碎片是这个人从矿区带出来的，可见此人确实是我们要找的四名矿工之一。那他会倒在这里就更有意思了。被人带走然后被丢弃，可既然要丢掉他，又为什么要把他一路带到这里呢？除非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不得不掉队。不行，太神秘了。啊，对了，看到这些碎片才想起来，我也有些东西要送给你们。什么什么，有礼物吗？送给我们？为什么？不瞒你们说，与老戴会合之前我总是犯迷糊，和你们一起查案思路才变得清晰起来。我一直在偷偷庆幸老戴还找了你们几位帮忙，要是没有你们，只凭我一人恐怕没办法查到这么多线索。那这些是我从集市淘来的水晶，别看它只是水晶啊，成色可是极其罕见的，一人一块，就当留个纪念吧。好漂亮的水晶啊，颜色还会变，这样看那样看，感觉都不一样。别客气，拿着吧。这块给钟离先生。嗯，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不，怎么会？只是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刻收到礼物。多谢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谢谢你们愿意收下，好的礼物送给识货的朋友才有意义。哦，我看这一带也有不少石块，你们先休息吧，我去周围逛逛，顺便摸摸石头。小坤还真是喜欢石头啊。矿石是大地的结晶，时间的沉淀，
和他们在一起，我会觉得安心。你们慢慢休息，出发前叫我一声，我就在附近，不会走远。不用担心，我刚才看过周围，没有其他危险。对了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，神情有些严肃哦。旅行者，关于镇龙石，你有什么印象吗？是他找的那种矿石，对吧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镇龙石是一种罕见的锻造用矿石。常见的水晶多数是在高温环境下自然形成，镇龙石却是元素反应引发的结晶成品。元素反应能产生食物吗？可以，不过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被长久保存下来。镇龙石诞生于千百年前的一场大战，强烈的元素力碰撞导致元素结晶，战斗结束后，这些石头奇迹般留存了下来。居然是这样啊！但它毕竟是结晶造物，数量很少，知名度也不高。再者，早在几百年前，它就被开采殆尽了。现代的璃月人，为什么要找早已不存在的矿石？对啊，如果他能知道这种石头的存在，不就更应该知道它被人采光了吗？好奇怪，完全说不通。矿业相关的工作者里也有一些对镇龙石感兴趣的人，但像坤兄这样说不出缘由却要找石头的十分少见。另有来意，是坏人吗？现在很难定论，不如先静观其变。别忘了，眼下最主要的目的是救回那些矿工，至于其他，早晚也会水落石出，与目标的距离正在缩短。我想我们应该沿这条路继续走，能找到其中一个就能找到剩下的人。等你休息完毕，请你叫上坤兄，我们继续追查。至于这位工人，可以先安置在营地内，等解决了事件再回来照看他。哦，给老戴留张字条，万一他找来也能及时处理。我这边也逛得差不多了。坤兄可有什么收获？这一带的石头都很漂亮，不过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把手放上去也没看到更多线索。果然矿石的记忆也会随时间环境而变化。不太好归纳呢。我个人觉得矿石中留存的大多是近期的记忆。没有远古的记忆可以看吗？岩石恒久，可时光会将很多记忆抹去，能被长久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些极度强烈的情感或意念。好现实，根本就和人一样嘛。也有道理。走吧，去前面看看。一棵树，上面还有很多神秘的结晶，好奇妙。这棵古树，分头调查吧。那边交给我，这一带就拜托你们了。
调查的东西了吗？只有一块石碑，听起来没什么用，我去别处看看好了。聊胜于无，试试吧。有些头晕而已，没关系，已经好了，暂时还没有。没办法了，我到那边再找找，你爬到树上去看看。不试试怎么知道没有？再说你还可以登高望远呀。啊，是吗？对呀对呀，我想的办法一向很不错哦。等等，我会飞。哎呀，那还是我去吧，你们在这里等等哦，我马上。各位来这边。诶，钟离的声音是从树后传来的，他是不是找到了新线索？快去看看，说不定是找到人了。这条路是新挖的，看来答案就在前方。地道里好像有声音，我不要走第一个。放心，我来打头阵。尽头有些不寻常的气息，谨慎起见，各位请做好准备。这是啊，失踪的矿工都在这里，他们在挖什么呀？恐怕这条地道就是他们拼尽全力挖出来的。啊，那道门是本来就有的吗？挖一条通往古老封印的隧道，若是没人发现，他们会一直挖下去，直到打开封印之门。难道说封印里面有什么？又不能攻击这些平原来如此，那个小女孩是你的力量化形而成，但惹托龙王。若你还记得，走到这一步，并非你我本意。别想逃！他。
安了。大意了吧？你一剑，简称，可别。臂力前，无处可逃。刀生木死，其间退缩。大家加油哦！震天撼地，大意了吧？血影如剑，千年遗恨，如何偿？是巧合。去吧，打起精神来哟！讨厌，别想跑！你若这么想，便这么认为吧。承载记忆之人，注定背负真相的重量，本应如此。安如磐石。可别眨眼。审判，迷奸不摧。剑出影随。震天。臂力千仞。简称，安如磐石。血影，天道，真要毁灭我！固若金汤。震天，天理长驱。可别这，审判。去吧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安如磐石。血影如剑，
前也是你将我放入地下，千年后竟又是你。你应称之为宿命，热托龙王。宿命，宿命，宿命！这就是神的考量吗？毁灭你所不需要的东西，带着屠夫蹂躏荒野。不，是你忘记了。这个声音是热托。咦，昆君，久违了，莫拉克斯。你究竟是？如你所见，热托龙王。方才那场战斗中，你把力量都用在了我们身上。没办法，我拥有的只有这些。是我未能及时告知真相，旅行者。有些事，我也是到了这棵树下才明白过来。确切说来，我并非完整的惹托龙王，而是一小块碎片。天地阴阳两仪，你可以将我和那边的龙王视为此种存在。我们均是惹托龙王意志的分体。有两个惹托龙王？不，不可能！难道你是？结界松动后，你的力量在外界化形为一个孩童。你用这种身份向人诉说被镇压的怨恨，可人们不以为然。随后你便想到，封印松动令你有机可乘。掳走矿工也是为了挖出封印入口，你打算内外合击，冲破封印。你胆敢口出狂言，若你真是我的一部分，又为何站在背叛者身旁？而我是封印松动时觉醒的另一股力量，微弱到无法单独构成个体，只能附身人类。我的意识十分混沌，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，只对跟过去有关的事物有反应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找到摩拉克斯，让他阻止你。如果你的力量再强一些，我就能更早认出你，而不是等你提起镇龙石才察觉到异样。不怪你，我早已面目全非了，直到摸到那块古老的石碑，才想起过去种种。实在太久了呀。年轻的人类与年迈的地龙均无从知晓的秘密。莫拉克斯，你说还是我说？无妨，由你定夺。你还是老样子，那就我来吧。惹托龙王原是炎神莫拉克斯的知交与战友，寿命远超人类。然而大地的衍生物正如这地面上的岩石，岩石的记忆并不很长，能留存其中的只有极为强烈的情感。时间越久，记忆便越模糊。磨损正是世界加诸其身的导火索。磨损夺去了惹托龙王的思考，让他渐渐回忆不起固有的面貌，想不起曾亲自守护的离月港。原本完整的龙王变得暴躁，富有攻击性。是人类攻击了我赖以为生的地脉。此言诚然，所以你才攻击层岩巨渊，才有了那场与摩拉克斯的大战。最初为了开拓疆土发展生产，离月人近身采矿，过度开采引发了地脉震动，使我们苦不堪言。磨损更是让我们变得如同野兽，
无论怎么挣扎，我们依然不断失去与人共处的能力，失去理性。穆拉克斯分出自己的力量以阻止我们进一步磨损，却只是徒劳。磨损是天理之所在，力不能及。所以我们成为了你，从你的意志之中又分化出了我。我是你最后的契约，见证惹陀龙王与摩拉克斯的约定。你可以愤怒，但绝不应否认我。不，我乃惹陀龙王善性的残留，代表契约之志、高远之心，以及与人共存的和平意愿。不，我乃惹陀龙王，元素结晶创生之物，承载大地的力量与回忆，与山海同寿，绝非蝼蚁的盟友。摩拉克斯并非蝼蚁，蝼蚁的神不过是蝼蚁罢了。是你忘记的太过彻底，最认可摩拉克斯的人正是你，也是我。你忘却的事都储存在我心中，你若是大地的回忆，我便是与人共存的回忆。天动万象，山海化形，黄帝生心，灿如绿阳。啊，奇怪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啊，这些是……你早就历劫，会先我一步消失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将这些分享给你。雪落于春日的荒野，须臾便会融化。哪怕稍纵即逝，无法在你心中留下任何痕迹。哪怕这是最后一次。不，怎会如此？我不承认这是死。或许不是宿命，却是命中注定之劫。末日了，可死。那个小女孩完全消失了。惹陀，满意了吗？为自己善后，称不上满意与否。穆拉克斯，你如今的名字叫做钟离，是吗？正是。不行，我还是习惯叫你摩拉克斯。随你喜欢。点睛之事，我尚未忘却。举手之劳，不必挂怀。你双目完好，自然不知道盲龙对阳光的追寻。但摩拉克斯赋予惹陀龙王双目一事，我不会忘记。你的力量就要枯竭了。一如既往的好眼力。外出走走如何？当务之急难道不是救治封印外的矿工？没错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外面走走，处理因你而起的问题。所言甚是，走吧。哎，怎么把我们传到这里来了？得赶快回去看看刚才的工人。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我和兄弟几个看到你们留的线索，一路追了过来。
路上咱们还在前面的营地帐篷里找到了晕倒的小茂，已经将他安置好了，可惜还没找到其他三个兄弟。哎，小坤，你这是？小事而已，不必介怀。找那几位工人的话，他们就在旁边的山洞里。山洞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们花了不少力气，但没有生命危险，不必担心。好好，多谢各位，我得赶紧去看看他们。稍后可是要把人带回林月岗。对对，我也一起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几位都是我们兄弟的救命恩人，有什么要求我一定满足。等我先去看看他们的情况，再来跟各位道谢。小坤，不对不对，应该叫你龙王。你也要回离月港吗？不是我，是这具身体。我消散后，就让这具躯体的主人随工头一道回离月吧。坤君乃是名将后人，假以时日必能名震一方，这样的人物绝不能有闪失。你还是老样子，偏爱铁匠的很。刀剑无眼，匠人有情，人情二字不就是人类最引以为傲的事物吗？热图，我已不是眼神了。我能感觉到，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礼乐人。连你也走到这一步了呀。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可不敢保证下次不会有新的震动将我唤醒。无妨，即便有那么一天，礼乐百姓也该做好面对你的准备了。没有阎王帝君的礼乐可行吗？倘若天下无神，这里便是人的国度。我曾是人的神，理应见证人的兴衰。任何生命都会在岁月长河中损耗变质，你是我们之中最坚强的灵魂，竟也被他磨损，但也无妨，因果由天。倘若我们的使命已然告诫，就应勇敢地踏上离开之路。你或许长生不老，注定孤独，可那只是暂时之事。当你来到时间的尽头，便会与过去未来所有姻缘之人重逢。论寿命，还是你略胜一筹。元素创生物的寿命说不定是这片大陆上最长的。若非如此，你也不会因无法杀死而被迫面对我。说笑了，与老友见面原是欣喜之事。从前在曾岩剧院，你犹豫过吗？岩石尚可有心，我自然如此。但我是契约之神，也曾是离月人民的神。你选择了义，却没抛弃人，所以你并没有对我施以杀手。我是自愿被封印的。地龙翻身，撼天动地，以你的能耐，哪怕是全盛时期的我也难一人对抗，更谈何封印。所以才有我的诞生啊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看着离月岗诞生的元老，即使不再是过去那副模样，也要以自己的方式贯彻约定。身为契约之神的挚友，这是我遵守契约的最后办法。谢谢你，热图。我的生命接近无穷，将与永恒的时间一同延续下去。而你摩拉克斯也是寿命极长的存在。要走了吗？摩拉克斯，若有缘，他日必将再会。对，不必担心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唉，总
总觉得很奇怪，好像他突然变成了我们不认识的人。我们与昆君确实素不相识。许久之前的事了，虽已千年，却像昨日种种，历历在目。上一回说到，阎王爷独行山间，就在一处地缝里，听见了闻所未闻的悠远之声。生活在离月地下的古老岩元素生物，大多目不能视，千百年来不见天日。那声音时而凄切如歌，时而刻不如雷。阎王爷兜兜转转，最终竟在岩层内找到一块奇异的怪石头。惹陀龙王便是如此，我应他愿望，将他带上地面。阎王爷怜惜这块石头的灵性，便亲自操刀将它雕成一条巧夺天工、栩栩如生的巨龙。我赐予他看清事物的双眼，与他约法三章，再以纸为笔将龙的眼睛点上。说是迟，那时快，天上电闪雷鸣，一条真龙腾空出世。我应允他与地上的人共生，但若有一日他破坏了秩序，就要再度被封入黑暗。此后那龙便常伴阎王爷左右，随时征战南北。有赞此事一词，正乃金石迸碎荡尘埃，盘山淤水尽为开，创龙点睛得助力，盘桓碎饮雨露来。千年前，惹陀袭击层岩巨渊，我亲自阻拦，与他自巨渊一路厮杀缠斗到此，最终将他击落，封入地下。镇龙石正是诞生自那场大战。惹陀对镇龙石有本能的感知，下意识想要靠这件物品找到我。那场大战最后，我虽胜他，却并非是他不如我。他心中仍有对我、对离月乃至地上生命的情谊。他是自愿被封印的，只可惜因磨损而忘却了。我亦无法逃避，只是我比常人更懂得一个道理，该离开时便要离开。越是强大的力量，被磨损后带来的危险也更大。几千年岁月冲刷，哪怕是岩石也会偶感疲惫。亲手封印老友，也是我所经历的磨损之一。为了正确之路，人们不断放弃，不断失去。或许这就是天理加诸我身的磨损，但我是人的生命，不论身份如何变化，都会以我这双眼睛见证属于人的历史。你还是很在乎璃月呀？没什么，分内之事，这一次多谢你们了。不用客气啊。什么事？对啊，差点忘了。是这样的，不久前我们遇到一个叫做戴英的家伙，他跟我们说起了坎瑞亚的消失与神明们的惩罚。我们也是到那时才知道，这些事与我们要找的人有关。钟离，你可是活了几千年的货真价实的神，一定经历过那件事吧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透露相关信息？
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。我明白，但很抱歉，这是我的契约。难道说你对这件事也像对过去现在的惹头龙王那样有苦衷吗？这份契约诞生于一切开始之前，遵循契约的我务必对此保持沉默。怎么这样？我将你视为朋友，让你失望并非我的本意，但身为契约之神，我绝不能背弃这份契约。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你似乎变得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了。这片大陆上还有许多往事，许多秘密，他们经历了太久的时光，被人遗忘，或是遭到舍弃。如果是你，应该能够找到并捧起他们。见证者为见证而来，铭记者因铭记而生。在你走向那个人的路上，也许会有更多困难，但只要你坚信这条路通往正确，一切就有意义。此碑由离水叠山真君所立，可惜善与恶只隔一线，若他